早在2009年12月2012信息筹备营里面，又华牧师按住 Cobrin Bible 和 Planet X 的研究而作出预告，当 Planet X 逼近的时候，它将会影响地球的环境和磁场，甚至在地球上空的人造卫星和全球定位卫星 GPS 亦都将会失灵。在外太空环绕地球运转的人造卫星可以分做低轨、中轨及高轨三种人造卫星。高轨人造卫星又名同步轨道卫星，绕行地球一圈所需时间大约同地球自转的时间相同。它们的高度分别为青色代表低轨卫星，隔绕行星球表面高度低于2000公里，黄色代表中轨卫星，隔绕行星球表面高度超过2000公里，低过35786公里。黑色虚线代表高轨卫星，高度约为35860公里。绿色虚线的轨道为全球定位系统卫星 GPS。由一开始研究 Planet X 去找 Planet X， 73年开始四人造卫星去找它，84年上去看它，都其实一直都相信上面是有生命的。当 Planet X 来到的时候，其实会有些什么我们暂时现在可以初步知道，第一样就是我们手提电话开始慢慢收工，这个就是第一个可以看到的现象。因为 它的这个星体存在是导致甚至电子都行弯的路，明白吗？即是它传播给你，但是问题它的引力要有一个这样的向量，所以到这电子呢基本上不能以常理去理解它那个的走位了。已经在当我收 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就叫基甸查，其实 GPS 将会全球收工，这样这个是其中一个 side， Planet X 又接近一点了。为什么这样会发生呢？其实是因为一个叫 GEO， 就是一个惯性 gyroscope 的 orbiting， 就是说其实呢我们现在人射上去人造卫星，其实这些人造卫星呢是24小时是 match 这个地球的脚步的，所以我们通常称为这种叫做脚印系统，就是说它跟回指回同一个位置，譬如好像 在地下有一个坐标，它就 match 回这个坐标，在一个的天空上面跟着去走的， 在太空那里，那个距离就是22369英里，亦是36000的公里的地球上空跟着它 match 的。咁其實我哋所講啊，依賴曬呢啲極之高空嘅方式嘅運作嘅呢啲 GEO 啊，就開始 bru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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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個個收工。因為點解？因為嗱，你睇下地球係咁大，低空飛行嘅就係咁低，但高空飛行咁大噶嘛，咁即係咁大個球形，咁梗係撞咗外邊個球形先啦，係咪？先至慢慢撞到入嚟呢個嘅，即係如果一路好多呢一啲，好多呢一啲嘅。外太空的這些的碎件飛過來的時候呢，就外面那些單曬先的、啊、跟住呢就裡面的單曬，外面這些呢就是我們講的 GPS， 就是它會單曬、啊、即是你轉幾多單幾多，轉幾多間幾多掃曬下來先的、啊、當這些碎粒越來越大粒，越來越大粒的時候呢，連低空那些呢都全部會掃低曬，所以呢變成我們可以理解呢，就是說、慢慢咧，譬如好似就算喺外國，而家好多啲所謂人造衛星嘅電視啊、cable TV 啊，好多呢啲嘢噶嘛，係咪？佢哋講緊過百啊以上嘅電台噶嘛，係咪？咁其實咧，呢啲斷百間位嘅電台就一個一個少噶啦，越嚟越少噶啦，少到最尾咧就剩翻可能十幾個嘅 cable TV 嘅，然後最尾連呢啲都冇嘅，咁佢哋就會慢慢將呢啲嘅人造衛星用人造衛星轉播嘅嘢咧，全部用翻曬咧呢一啲嘅地底電纜啊，同埋光纖啊呢一啲。咁跟住呢，連低空裏面嘅我哋所講嘅太空站呢都一個個跌落嚟啦。因為點解？因為嗰啲嘅鐵鏽啊，嗰啲嘅靜電啊，直情會燒毀曬佢嘅。咁呢個就係、是、記住喎，佢係叫做人造衛星，所以聖經點解話眾星都要墜落啦，係咪？咁呢啲嘅一個個跌落嚟啦，其實呢你會睇到，哇，有一個哇有一個大流星，哇點解月頭星越嚟越光啊，嗡落咗嚟之後，如果啲人去睇呢，發覺嗰個唔係流星，係人造衛星，明唔明啊？直情係太空站。一個個佢落嘅時候，就好似人，即係好似嘅，好似隕石咁嘅發光啊、燃燒啊，成日落到地咧，原來是一堆廢鐵嚟嘅。咁呢啲一個一個落嚟咧，咁其實人類我哋所講嘅好多嘅文明咧，就開始出事啦。啊，因為我哋能夠全球性所能夠做到嘅嘢咧，就開始出事啦。其實到時我哋所講緊嘅因為去到越低軌跡嘅咧，咁就越係我哋講嘅電視台用嘅方式嘅。咁嗰啲就全部一路一路冇曬嘅。嗰啲開始冇，你就知道 Planet X 係接近得好緊要，地球一定咧。
接受到很大的能量，他接受很大的能量的时候，我们的女弟弟的熔岩就不断喷出来了，暴风就会出现了，地震又会出现了，我们讲的海啸又会出现的，即很多这些灾害会出现。你正听回关于这些电台啊，通讯接收差啊，或者香港或者全世界开始改用另一种的通讯系统，暂时因为修理不切啊，咁当然他们会道住晒给你知外国会怎样的。你不在报纸看到的，你只是在网上看回人家报道的。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做这种的资讯封闭了，已经其实是刻意地开始做这件事的。2013年2月7日。英国皇家工程学院的一个专家小组警告，尽管英国的基础设施能够承受超级太阳风暴，或者不至于造成灾难性后果，但是已经有多国科学家预测并且警告2013年可能会出现超级太阳风暴，到时局部断电、电信信号消失、卫星通讯中断，甚至飞机导航受到干扰等的情况仍然难以避免。英国伦敦皇家工程学院教授卡隆说，这一项预测不是假如，而是只是尚欠几时会发生。根据维基百科的记录，英国天文学家查理卡宁在1859年的9月1日观察到太阳爆发最大的闪焰，造成巨大质量的日冕物质抛射，只是需要18小时就直抵地球。到时包括联系欧洲和北美洲的电报系统都会失效，或者出现电源关闭，而且全球各地都会看到极光，甚至连加勒比海也都可以看到。落基山的矿工都会被惊醒，因为天亮得以为已经是早晨。所以早在三年之前，尤华牧师已经及早预告，在2012年之后，尤其是在2013年里面，通讯卫星和全球定位卫星将会开始失灵。